当然哥现在是有签一心娱乐这个经纪公司吗？很多大陆啊，内地的经纪公司或是很多团队有接触，一直都有。前中国公司吴康仁亲口回应了，一直有接触，跟着感觉走。Hello， 大陆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康仁。双金影帝演员吴康仁近来传出签约中国经纪公司，日前他连线和影迷互动时，直接被问到这题。康仁哥现在是有签一心娱乐这个经纪公司吗？啊，不，影迷朋友们的提问。我应该是这么说吧，我在这十几年来就是都没有特别有经纪人的一个状态，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做一点，我也没特别有什么样的想法。那也跟很多大陆啊内地的经纪公司或是很多团队有接触，一直都有。其实很多人会寄剧本给我看。那其实我都是会看完，我们都会彼此做很多技术上甚至是创作上的分享。那我自己觉得未来不晓得，其实我自己觉得是顺其自然，可以的话，对啊，如果就是顺着一个感觉走，对，就希望只是继续演戏，然后可以让大家看到角色多一点，那么我本人自己少一点。我自己觉得演员不过是整个大环境需要大家去一起帮助，比如说他需要化妆，他需要有很棒的剧本，他需要有好的导演。那演员是一个载具，是一个机器人里面的小齿轮嘛。那我希望继续扮演自己一个演员的身份跟角度，把戏演好，把角色做好，好不好？